他妈个傻子！不行，不行，这三个不行，这三个让我看起来像傻子。是辣椒，那个是黄瓜。那个是黄瓜，那个看不出来是黄瓜吗？晚上好。然后一个是茄子，还有一个是咸鱼。农副产品主播，这个呢？摄像头不清晰啊，一直都这样的，习惯一下，没换过。牌子没变啊。你都十六级了，你问我牌子怎么变啊？这个牌子都用了半年了。前面多了个音符，我看看我的直播间，不对，不是这个浏览器，这个浏览器不静音的。等一下，我去看一下。为什么我的牌牌前面会有个音符啊？哎，真的？为什么？你们最近去蹦迪了吗？活动，我不是那个十进一，我不是淘汰了吗？淘汰了前面也有这东西的吗？估计是晋级。这活动还没结束啊，我看看，距离晋级108分，不对劲。娱乐荣耀第94名，不对劲。为什么还有这个环节啊？舰长没有，估计是因为前面他装不进去了吧？估计是他前面只能有一个符号，然后放不下去了，估计是。前90名晋级，我去看一下这榜单里都有谁。我靠，第一名已经。50多万粉，又有第二名，哇！等一下，我看一下是怎么回事。我以为这活动结束了。哦，我看了一下，不是特别难，进一个，不难，这一轮不难。哎，前段时间不是那个分区那个比赛结束了嘛，然后不是分区冠军，他们把每个区的冠军放到一个赛道上，然后让这些冠军再决嘛，怎么把所有人都放进去了？之前不是这么说的。晚上好，出山见了吗？没有，还是没有，已经很离谱了。有一说一，那么久了，上一轮是第二名，上上轮是第二名，上上轮好像还是第二名。每次虽然不是第一名，但是也都有第二名吧，就死活看不到一个战舰，真的，这已经不是能用离谱来形容的了。不知道昨天晚上有多激烈，我的确是不知道，我昨天没看。谢谢上上上山大老虎。你们家都还有余粮吗？有余粮的话送一下宝盒吧。大家那都还有余粮吗？不会昨天晚上激烈的去给别的小姐姐冲完了吧？在山洞里疯狂蹦迪出来的新 logo。 不是，谢谢花朽，谢谢憨憨读完了这个名字啊，你才是憨憨，谢谢憨憨的白银宝盒，谢谢小苏发卡啦，谢谢维他喵明。地主家肯定有余粮的，不要藏着，这时候不掏出来什么时候掏啊？你说前两天那个电台分区他总冠军，我不争取一下也就算了，好歹我不是电台人，这个我不争取一下，我看了一下进90个啊，这个不进一下吗？谢谢分院，
谢谢喷人药的白银宝盒，还有比勒格里奥的白银宝盒，谢谢比勒格里奥，谢谢谢谢谢谢。现在是全站分区，我看到了，好像是这一轮是不是把游戏跟娱乐还有什么就几个大类对吧？之前是分类，现在好像是几个大的那个前几轮没压力 ，OK， 我们只要保证晋级就好，就晋个级就好，不用抢很前面的。抢很前面，我们也没这个实力抢很前面，就混，就硬混。我决定每一轮都硬混，就也不能太拉胯吧。你说起来，每天晚上到十二点一点都是这边热度第一的，然后那个对海选没进去，就丢脸。对，主要是想看一眼超级战警，混到九十就好。他这一轮到几点钟结束啊？我去看一下。改牌子了吗？还没改。这个现在我们用的这个牌子是前段时间我们，谢谢谢谢随风若絮。现在我们用的这个牌子是前段时间直播间里投票投出来的。如果我想不到比这个就是让大家觉得更合适的话，我就不能改。除非有比这个更合适的，但是我们能想到的更合适的都已经被注册掉了，已经就别人都已经想到了。谢谢蒲公英的自由身不由己，谢谢咋弄啊，谢谢咋弄啊的，哇，上手就是画画，可以啊，可以给你吹口气，等一下，没吹到，吹口气没吹到，怎么一股电音味？没有电音啊，这直播间连机架都没有，都没法调声音的，等一下啊，我把 BGM 关了，没有电音啊。平台不是分身过不过去，他注册不出来啊。你去申请的时候，他会给你显示说什么就是类似于什么什么什么那个语言不规范。对，我试过呀，他这个又不是人工审核，他这个是有一些像这种很明显的关键词他都设在那儿的，不可能越过去的。谢谢无奈小神儿，谢谢。我之前问了运营，我说我改个谐音什么，他建议我别这么做。他说因为如果到时候一查把牌子一改，到时候又得临时改牌子。谢谢谢谢老壁灯音音，谢谢老壁灯的麦克风，还有比勒格里奥的麦克风。繁体字我跟你讲，我连谐音只有个憨态过去了，然后我那天改了之后，直播间全都说我不要憨态，是这个牌子我就不带了，所以才改成养猪猪的。他们不，谢谢比勒格里奥，没办法的这个东西。对啊，到时候他给我一改又变成粉丝团了。我们不是你们现在说这个话的人那天晚上应该不在，那天晚上我们一直播间的人去测试哪个牌子，不是有一种直播间可以专门测试牌子的吗？我们一直播间的人去试牌子，半夜，然后把人家两个直播间的那个就是测试机直接玩坏了。就两个直播间的测试机直接被我直播间测试垮了那个系统。谢谢猫车王，就这样都没找到一个合适的牌子，但凡我们觉得好玩的全都有人用了。谢谢谢谢猫车王，你们能想到的有个牌子有多难吗？黄瓜、小黄瓜、顶呱呱，我跟你们讲，顶呱呱被注册掉了，黄瓜的瓜，顶呱呱的瓜加个口字旁也被注册掉了。顶爪爪要么可以，我估计顶爪爪能申请下来，顶呱呱连口字旁那个瓜都有人用。谢谢谢谢猫车王，好运气啊！唱片计划，死变态不香吗？香啊，但是不能用啊。你以为我不想用吗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死变态能用一辈子，但他不让我用啊。谢谢呆呆的麻瓜，瓜顶顶有意义吗？瓜顶顶这个事就没有意义了。嗯，因为我看了一下，好像五十名开外是分都不高。举呱呱，我跟你们讲这个事情，你们觉得现在你们想到的好玩的，我当时花了一天时间想了20多个，先在群里面筛掉一部分，然后再回到直播间把剩下的10个在直播间在弹幕投票。
然后最后剩下的三个结果全都注册掉了，连养瓜人都有人用，养瓜人都会有人用，你们想想看这个事情。西瓜赏不能用，西瓜赏太色情了。谢谢一年没吃饱，西瓜赏太色情了。我当时瓜农试过了，有人用。顶呱呱如果是这个瓜就没有意义啊。不是，你们不要陷入了一个思维陷阱，就是哎，这个能不能用，你们得想想这个东西是不是比现在的好，如果没有现在的好，我为什么要去用它，它比现在的好，那它能不能用上。你以为我跟你们讲，我现在但凡只要三个字或者两个字比较有意思的词语出现，我第一反应就是，我生活当中也是，我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可以做牌子吗？我都快磨针了，被这牌子弄的。你们以为很容易，实际上就连谐音人家都给你取完了，谐音梗别人都用完了，谐音梗已经算很烂的梗了，照理来讲应该要扣钱的。这个音符好像是现在在参加的活动，小王八过不了审，憋也过不了，我都试过了。您本来想，对，我本来想叫老憋的，憋也过不了，王八也过不了。那个写法的小王八就是小天，有人用了。你们真的是叫那天晚上不在，你们但凡在现在都不会在这里试，都没法尝试。我跟你讲，我那天晚上真的我都被弄魔针了，就是我已经不管那个牌子有没有意思，我都想注册，结果发现全都注册不下来。你们想想看，那种直播间就是偶尔有观众去试一下这个牌子有没有人用，有的话是哪个直播间的主播在用，它会显示给你看的，它有一个格式，你按照它的格式，你按照它的格式打进去，它就能告诉你这个牌子现在能不能用，对吧？就是有那种测试机的这个直播间叫。我们直播间那天晚上为了试牌子，把两个测试机直接玩坏了，就是人家直播间测试不出了，卡机了，死宕机了，就这样我们都没能找出一个。你们觉得你们现在随口编的能用吗？瓜西西，我跟你讲，瓜西西有人用了，这是最离谱的。谢谢杠精别人黑，我都没搞懂，就这个字有那么难吗？没有改牌子，是参加的活动前面带的，所以就是说，不是我们能想到特别有意思的比现在好的，我们还是不要去换它了，真的没意义。你换了之后晚上一跑过来直播，一直播间的弹幕全都是我要换牌子了，不好玩，我不带了，这然后我就破防了啊，不带了什么意思啊？弹幕不是说这个牌子，弹幕不是说这个牌子好吗？我改了，然后大家说不带了，我都能想象到按照你们的意见走下去，直播间就是这个样子，所以这个事儿不聊了。对，就等哪天突然有灵感吧。上一个牌子叫憨态，然后是他们说死变态用不了的话，憨态起码对吧，在日语里有那个意思。然后当时直播的时候弹幕都说这个可以，然后我就去改了。我改了之后第二天直播一开播，换了一批人进来，我操，这什么牌子啊，我不带瓜，我不要带这个牌子，这牌子我带着没法见人，看起来好憨啊。然后我就像个傻子，我就在这里想，前一天跟我说这个牌子好的让我去改的，大家弹幕一直支持我的，怎么才隔了24小时不到，就集体，只要有一个人在弹幕说这牌子不好不带了，下面就一群人跟着，所以我再也不上你们的当了。谢谢月月，谢谢月月续的舰长，我再也不上你们的当了，真的。谢谢月月。六角龙联想不到这个直播间，甚至我直播间的人大部分都不知道六角龙是怎么回事。其实最好的是那种就是一眼就能真的联想到这个直播间的那种，但是带个瓜字的不知道为什么都特别吃香。谢谢月月，谢谢抗金比拉黑。六角不是
那个10点半开始，六角龙但凡用了，就会有很多人来问，瓜，为什么你的牌子叫六角龙？然后我就要跟别人把这个恐怖的故事再讲一遍。瓜姐还是太年轻了，没有被社会，开玩笑，我已经被社会毒打的打得不要再打了。我今天晚上就被社会毒打的，我到现在晚饭还没吃。我在开播之前，在我点下开始直播这个按钮之前，我的肚子叫了三下，咕咕咕，第三下。然后我为什么现在说话声音那么响？我就是怕我肚子叫的声音被你们听出来。谢谢风月逍遥。我为什么开播到现在我一直说话不停，就是试图让自己第一忘了肚子饿，你只要不记着你肚子饿，你的肚子就不会叫。第二，万一它叫起来，只要我的声音够响，你们就听不到我肚子叫。哇，我真的我懵逼了，我6:03的时候到家里，我想叫个吃的，结果我妈一个电话过来跟我说了一件事情，反复打了6-7电话，等到她电话打完，我连洗澡的时间都不够了。然后等我忙完开播坐在这儿，直到我听到肚子叫我才反应过来，我今天第一顿是上午11吃的，然后到现在还没有吃东西，我很饿。我现在满脑子，我现在满脑子都是我们家新开的那个牛骨汤。你们家附近有吗？那种外卖就牛骨汤，它一碗干干净净的牛肉汤，里面有粉丝，然后它里面有那个牛大骨，然后炖的超烂的，那个牛大骨轻轻用舌头用牙齿轻轻的带一下，它就会啪啪啪从骨头上掉下来，就已经炖到这个程度了。然后买的时候它会送你一片脆脆的饼，用那个饼配着用那个饼包着它里面，对，分分钟要离开那个骨头炖的软软的肉。我今天真的我能撑到1:30算我赢，真的我已经撑不下去了，我好饿，我真的好饿。笨蛋今晚不会吃播吗？吃播我还得问题，我做吃播不好听，我试过，我但凡我的咀嚼音好听一点，虽然我吃东西没有吧唧嘴，但吃播好像我感觉就是要一点吧唧嘴，要稍微吧唧一点听起来才有那个感觉，我吃东西嘴合得太死了。我但凡吃东西好听一点的话，我都可以经常，算了，忍住。1:30之后的蛋炒饭更香。1:30之后，我们家有一家烧烤，附近每天晚上11才开，开到早上6。那家烧烤的蛋炒饭，哇，一绝！只要他们老板不要搞错，就是每次你点烧烤，你会说重辣，然后他会帮你把重辣放到蛋炒饭里去。只要他不把辣椒放到蛋炒饭里去，他们家蛋炒饭就天下第一。他不说这个，我好饿，我现在饿得头昏脑胀的。谢谢夜幕秋风雀，我饿得头昏。我本来想今天晚上平和一点，在直播间不要花力气，尽量节约一点体力，熬到1:30，然后直接打开饿了吗？对，就直接在这个位置，都不把手机拿下来。就直接在这个位置打开饿了么选吃的，等我卸完妆整个整完之后收拾好外卖就该到了，结果我一开播告诉我这破活动还在继续。谢谢张义正，不用饿了么打钱，美团也可以。谢谢杠精别拉黑，但是上白帮上白上白帮上白帮天下第一。好了，我们先不聊吃的了，不聊牌牌，不聊吃的，你们还有什么要聊的？我们聊点拉的吧，这样的话我比较没有食欲，不行，聊点拉的直播间就没人了。谢谢在心分享，我太难了。你不是真正的快乐，你是真正的鸡。卤猪蹄，哎，卤猪蹄我倒还好，我对卤猪蹄没有太大的那个，但我对烤猪蹄，我们家附近外卖那一家离我们家距离2.8公里，有一家做花甲粉的，他们家顺带着做烤猪蹄，
但我建议他们家不要卖花家粉，就卖烤猪蹄就好了。他们家所有的差评全都是花家粉的，所有的好评全是烤猪蹄的。哦，夜间聊这些合适？不合适，不合适，不聊，不聊，不聊吃的。停停停，吃的聊到这里，好吧，吃的聊到这里。不用仔细听，肚子叫，肚子叫，一般是一波一波来的。上一波已经叫完了，这会儿没再叫了。没事没事，不聊不聊吃的了。不，臭鳜鱼，我跟你们讲，臭鳜鱼那个，就是那个，有个叫什么小菜园的一个什么，就连锁餐厅，他们家那个，就是好像是做徽菜的吧。然后他们家有一道菜叫，这是黄山火腿炖笋干。那个竹笋超好吃， 我上辈子一定是只熊猫吧，为什么 竹笋可以那么好吃，就是我每次吃那个竹笋我就可以不用其他，不过他们家红烧肉也超好吃，就是红烧肉加竹笋我就能吃两碗。停停停停停，饿得到这儿，先不聊食物，先不聊，先不聊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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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脑子不好。谁要夺我的笋？来自父母的竹笋烤肉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不聊吃的了。等一下，你们等我一下，我去看一下这个活动细则。我总觉得这活动怎么没完没了的？不是说应该是昨天总决赛结束嘛？然后后面就没有没晋级的人什么事了吗？他咋又来了？他咋又在这儿提醒我第六十名，丑的一批。我又看到他这个丑恶的第六十名挂在那儿了，我很生气。你们等一下，我去看一下活动规则，点出来。娱乐预选赛安静100，电台安静70，荣耀赛道娱乐，哦，我是荣耀赛道的，荣耀赛道安静90，然后跟电台还有虚拟的合并240，近40，然后再跟 MOBA 游戏、FPS 游戏、单机游戏、综合游戏合并起来60近10。那么难啊？不是，游戏那边全都是，游戏那儿全是大佬，这怎么进啊？我最多到240进40这儿就歇菜了。我们给自己定个小目标吧，240进40怎么样？这一轮是大概几百个进90个，然后下一轮240进40，我们就240进40这个吧。240进40，因为它只是娱乐、电台加虚拟这三个分区，这三个分区选40个人，我们还有点机会。在后面跟 MOBA 游戏、FPS 游戏的合一块，我就完蛋了呀。MOBA 游戏只要是个直播间就比我厉害。哦，不是游戏那边，随缘，不能随缘。对，夺不夺冠是随缘，定个目标吧，定个小目标吧，240到240，至少不能随缘。近四十应该还行的，虚拟区是挺恐怖的。等等，虚拟区是有一两个恐怖还是人均恐怖啊？有没有人在虚拟区就是熟门熟路的跟我们分析一下，就是虚拟区是说一个区里有那么几个特别厉害，还是人均厉害，就跟 B 站的那个单机一样， B 站的单机是人均厉害的。昨天主机区，对对，就是主机区，不是单机，主机区有个量2级号专业团队冲300万，
荣耀赛道吗？没那么厉害，虚拟巨人，虚拟昨天八。我知道的是，因为虚拟那块我逛的少，我知道的是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夹心糖，好像我看到他们牌子挺多的，我经常在别的直播间看到什么什么夹，是夹心糖还是糖心什么东西，然后有一次我点进去看过，哇靠，那个船员数我人晕了，这辈子没见过那么多。对，但是他们是虚拟是随便拉一个出来都这样吗？等等，不能说啊，为什么不能说？等等，我问你们干嘛呀？我现在去看一眼不就行了？直播，我现在就去看一眼直播，然后是虚拟主播分类，点进去，我随便点个直播间看看吧。看一下情况，看看舰长数啊什么的，心里就有了逼数。等等，这怎么看舰长数啊？我放全屏，再缩小，然后拉不过去，这你妈离谱！真正好好的舰长数这卡住了，挡住就挡住吧，我这么看。这个直播间还好，人气不高，几万人气，1130。打扰，下一个，看看。这个只有15万那个。为什么这些都点不开啊？这个呢？那个，我们直播间有了新的那个想法，就是进这一轮就完事儿了，好吧？就这一轮，90名进去。你们如果有余粮，就这一波就完事了，好吧，后面没有什么事了，呱呱 out。 喂，对，大家也不要压力太大，对，大家压力也不要太大，名次也不代表我们菜嘛，对，没有什么名次也不代表我们菜嘛，对吧，只是代表别人实在太强了，强你妈就离谱。我点开了吗？各个四位数。我去自闭一分钟，思考一下为什么我那么菜。你们先斗把地主，我去自闭一下。
参加过鬼的活动，一个个的，一个比一个恐怖，真的离谱。哎，等等，我忽然间想到个问题啊，我刚看的那些虚拟的都不在荣耀赛道上啊。我差点被你们骗了，我刚看的那些跟我不是一个赛道呀，虚拟的一般都在巅峰赛道呀，你们是不是傻呀？还是我傻呀？谢谢喵子，谢谢秦皇老卓。哎，差点被你们骗了，你们知道这次活动赛道是分开的吧？公会是巅峰，冠军是荣耀。对呀，我们都不在一个频道里。不是我说什么呢，我又可以了，我觉得我又可以了，谢谢小白，我真觉得我又可以了。这一轮进去再看吧，看看荣耀赛道有多少虚拟。我刚刚看的几个全在巅峰啊，点进去能看到啊。谢谢小白的小天使，谢谢小白。我在想这两天要不下午过来唱个歌什么的。我明天不行，要唱也得后天。谢谢小白。这是活动加上去了个东西，过几天就没了。谢谢我的天的，高端上好。
这个图标也有吗？谢随缘。对的，回答起来是挺累。现在已经有一个人去试试了，其他就不要跑了。别，已经有一个去了，有一个稍微看看就好了。不是，咱借着这个机会什么意思啊？啊，跑路对不对？我怎么感觉到这弹幕在集体跑路啊？谢随缘。送那个比克拉，看到吗？道具栏里有一个送比克拉或者去充电充5块钱的电，这两个方式都可以。谢谢雪娜舞，以前可以免费的，现在好像不行了。谢谢千羽羊，千羽羊晚上好。上个舰长的话也可以，因为上个舰长你会有10个牌子。然后你就可以去10个小姐姐的直播间拿走他们的牌牌。对，其实上舰长比较划算。谢谢龙王玩，谢谢千羊疯狂打call，谢谢龙王。对，龙王，这是龙王，这样就可以拿。谢谢哥，好，不是讲道理啊，有我还不够吗？
听得见吗？喂喂，怎么没声音了？你们听得见吗？哦，为什么你们听得见我听不见？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，等我把重新拆一下。我操，谢姐夫的两个月梯度。等一下等一下，谢谢姐夫。不是，为什么？对，你们别骗我，我这完全听不见。我听不见，你们不可能听得见的。真的听得见吗？骗我！谢谢姐夫的两个月梯度。等一下，那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这边重新拆一下，应该是刚刚把我这边的监听电坏了。现在可以了，请你在脚丫子上连一条接地线。刚刚放电没放掉。
不是特别大力的，一点点。没事没事，摸摸。一点点，不是特别大力。
到这样的问题啊，就是然后有很多小伙伴进来一看，接下来弹幕全都是我的音符怎么没有了，管你把我音符还给我。先跟你们说清楚，这个只有一个月。
叫我老王吧，老瓜吧，瓜瓜瓜老瓜老吧，老老不算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，老黄吧，吃不饱的小黄吧，不是。
解，跟虚拟区重叠度不大，就是会来看的总会来看。这个鼓得住吗？这个
我是过得住，就是人有点丑，这样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先把座。但是它的确是固定住了我的头发，用一种很丑陋的方式。等一下，等我做完。什么东西好看？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那算了，我不动了，我不改造了。不要夹子，好的。不要夹子，好的。我没有用夹子。I don't know.
原来是想看我，看我瞎了，对吧？不管他。发型是什么发型？
一半人想当另一半人的外公。所以怪什么了吧？谢谢阿丹。我要是再开盒子，我就别呀。谢谢尤先生。叫我哥吧。没办法的，做主播有时候就是这样的，就是对吧？你们占的便宜我都没办法，比如前两天有个弹幕。现在就是老婆想我了没？我那对，吃有时候你会对看到就这种什么老婆好，老婆晚上好，老婆吃饭了没？然后作为一个主播，有时候直播间弹幕多过不过来，但凡顾得过来，谢谢点点的姚先生。但凡顾得过来，我都想跟他说：“这位先生，请你自重。”想看这个关系，老婆，这位先生，请你自重。诚心一句话，这位先生，请你自重。谢谢吴战，这算了算了算了，你们爱重不重。谢谢吴战，谢谢欧宝过来。直播间弹幕多，他可以偷偷的发一条这样的东西，不被人发现啊？这什么东西啊？这，你们不能抱有这种侥幸心理，在我直播间觉得偷偷的躲在大家的弹幕里面就不会被看见。看，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你发了那么变态的弹幕，这个叫什么？心心一枚。思思晚上好。在我直播间不要抱有这种心理。还有刚还有个偷偷放屁的叫什么林诺耶，居然没带我的牌子在我直播间放屁，就过分。你是看别的主播，你等等，这个林诺耶，你是看自己喜欢的主播看到一半来忽然之间觉得肚子有点胀，换个直播间然后再回去吗？虽然我们之间隔着网络，但其实你们的行为我看得清清楚楚的。谢谢小跟班。这你们还换个直播间然后再那个的？谢谢端端阿咪，连夜里看地球。谢谢初时见你心动。瓜哥，我在其他直播间开盒子从来没亏过，要不再开一波？一波看看亏不亏，我觉得应该不亏的。你刚看错了。谢谢当心不是当心，还有魔镜大人。谢谢爱你。你今天穿的是第一胸装吗？那我给你们录个点，我的传统艺能，好久没给大家录点了。等一下，哎，我想到了，可以。谢谢小明，谢谢沉底的爱你，谢谢端端二米。等一下，
做一下准备。谢谢和善友。刚刚有眼尖的小伙伴发现了我今天穿的第一胸罩到底有多低，看在这个主播的尺度，对，冒着直播间被分的危险，为大家上演现在这个文明社会已经不该有的直播尺度，你们可以对送一下盒子啊什么的。到底有多低？告诉你们，我今天穿的低胸罩是露天低胸罩，因为露了一点露天低胸罩，过于羞耻，好，就看一眼。谢谢。对我负责。
多交流了，这不是在吗？
但有人因为这个生气的呀，对，为什么？因为当你听到有人在耳边说好短好短好短，你第一反应是谁啊？不知道，反正不是我。对，因为我们自己心里门儿清啊，不过生气了。
让你们自闭的牌子。提光，谢谢欧和。新的那个嘛，确认点确认，然后
后有时候你选一个牌子叫乔丽玛，他就直接给你精神喝了，问都不问。是不是专门有一个很调皮的人坐在那里搞人心态的？谢谢我的老婆买烟花。我直播到现在改了好几次牌子，我发现审核机制真的不一样。谢谢上上。刷新一下。
这种怎么可能给过嘛？好了好了，好了，刷新看到了，他说文字内容不适宜。谢谢呱呱天下第一，谢谢江梅花的夜望。
得蛮刺激的。再忍一下，还有26分钟就要无人声了。谢谢鱼盒子罐头。活动奖励，听一下这个，刚刚是起毛做的稍微刺激一点的那种，金月真的会特意去看。
了之后，我们今天对我打个半小时的耳朵，是不是有点太长了？之前对着耳朵旁边做这个声音，他们说感觉像那个会骂人的猫。谢谢小许，虽然我喜欢破防妈妈，但我关注妈妈就是因为很正经的主面加上憨憨性格。就我什么时候煮过面？煮面谢谢。
像是没有结过婚的人吗？
时候直播还特别费力，平时回答大家弹幕各种各样奇怪的问题都不花什么力气的，今天就觉得动脑子特别的难，我快没法思考了。现在我要用什么道具，我也一头雾水。我想想，我有那么多道具，敲个木头。这个什么淋雨没有？谢谢一杯天气水。现在在我腿上，肚子前面。
平时拍出来比起来没有那么好听，平时有点回声。一人拍20分钟肚皮吧？不会吧，不会吧。
开始无人声啊。你们接下来放轻松就好了。